我先有个圆形的东西，画一个圆形，然后我再画两个线，一个横的，一个竖的。圆圈的外边两边各画一条线，圆圈中间画一个三角形，然后三角形下边画一个像山的东西，然后下边再画一个笑脸，然后横的线上边画两个眼睛。你可以选你想要什么样的眼睛，然后头上面画两只耳朵，你可以选你想要的耳朵。然后再画一个身体，然后再画猫的四个爪子，然后一个尾巴。现在你可以画着毛毛，像 M 或是 V， 然后把刚开始的横还有竖的线擦掉。然后再用马克笔画一遍。画的时候不用那么准确，稍微画一下就行了。然后用橡皮擦把它擦干净。现在要上颜色了，一个眼睛蓝色，一个眼睛黄色。我把鼻子弄成粉色。现在你可以加上一点阴影。这是我画的波斯猫，可是你可以用你自己想要用的颜色。